好香哦，真的第一次体验，非常的棒。开满花的柚子树带点淡淡的玉兰花香气，基隆业者把握三四月的柚子花短暂花期，开放果园，让想透气的民众来采采柚子花，体验当一日农妇，接近大自然，放松一下疫情带来的紧绷。花很香，然后就会让人家觉得很舒压。哎，怎么说舒压？因为最近，对，因为最近就是疫情的关系。民众出门透气也不忘关心疫情，用掉落的柚子花排成阿中部长加油，为辛苦的部长打打气。施工人员在园区马不停蹄赶工。这里是宜兰五老坑永续乐园，原本是绿色博览会的举办场地，但因为疫情，迈入21届的绿博会首度停办。但主办单位仍保留户外园区，只将室内场馆关闭。那现在防疫期间，你还会带家里人来这边走走？因为这边是一个很大的公园嘛，其实它不是一个会聚集的一个室内空间，它等于就是像是一般的公园。OK 吗 ？OK， 正常。入园的民众必须先测量额温，现场还有红外线测温仪，确保入场民众的安全无虞。同时也因应防疫需求，建场规划了三大区，同一时间每区人数上限500人。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，民众待在家都快闷坏了，园方做好防疫工作，让民众可以放心安全地走出家门。记者朱丁龙、林义生、王思颖，基隆宜兰采访报道。